请问哪一个历史人物最不喜欢刮胡子？答案是蒋经国，因为经国不让须眉。这就是半夜做梦，我在想，然后早上醒来会发现，我梦里面想了一个笑话，到底是什么？然后我花了很多时间把它想出来。耶稣跟佛祖有一天在争论谁比较厉害，耶稣跟佛祖要黑白切，黑白出家胜利。佛祖就说，我没出家，我输了。耶稣。周杰伦都怎么打手枪的？这样，因为他说我就是屌。